今天来，我很高兴，中午我陪你们喝两盅。正好三妹叙叙旧。罗阳大哥，咱就别给谭书记添麻烦了。谭大婶，你这就见外了。丫来，你到街上买点酒菜。哎，丫来，你在家里陪你大婶他们说说话，我去。奶奶，听医院里的人说，老太太的病很严重。很严重。 难道是绝症？是尿毒症。这个病可是花钱的无底洞啊！真难为谭局长了。好，太好了。老娘她饱受艰辛，抚养我。 患重病，命悬一线。济南中宋金涛送来巨款，收下他，老母即刻转危为安，收下他。 这50万全给你凑齐了，谭局长。你千万不要小怪大爹，这边钱忙忙寻，随风飘零。这样吧，我。 这就回去给你拿借条去。你泡温泉，今天我这里一个外人也没有。明教桥有我来承建。 责任自然由我担，听着清风你不讲，吹毛求疵找老三。宋金涛，你说话没神仙，没风里仇人把我赶遍，为民造福是本分，为民消灾我绝不为难。你说你。 好听，愁是肝底，可真难堪。你忘了是苦小混，那一刻你忘了如花似玉的美婵娟，不要视频扔在我，看你如何来狡辩。 三鞭听雷鸣，魂魄飞散，后宫见了做贼心虚，慌慌张张。
喂，谭局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丁香桥出现了坍塌。又是林远山荒吗？当场砸死三人，还伤了五人。宋江豪在吗？他跑了。谭学义，这么说，宋景涛那50万元银行卡，你收下了？是。那银行卡你放哪儿了？交给钟亚兰了。是你的妻子钟亚兰吗？是的。半年来望穿夜，扪心自问。咱们回家吧。回家，爸爸，咱的家在哪里？咱的家在哪里呀，爸爸？丽丽，丽丽，丽丽呀，我和你妈都入狱了，往后你就要怎么生路了。丽丽，你奶奶她好吗？奶奶她怎么了？奶奶她去世了。什么？她不是前两天还给我捐过钱吗？那200块钱是杨爷爷以奶奶的名义给你寄来的。大爷，